过来帮个忙呗。干啥呀干啥呀，可不是缺嘞。那能干嘛？不管了不？那你准备怎么办啊？我现在都想开了，不就是那点事儿吗？以后他玩他的，我玩我的。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昨天晚上我跟别人的老公也折腾了一夜。我发现恁这些媳妇们就怪无聊了啊！不就是我昨天带着牛出去溜了一天，你搁家看孩看了一夜吗？啊？笑话，你伦理片看多了吧你？回家。老公，今天晚上咱俩喝一杯呗。没事，喝啥酒？我要喝，你给我打开。哎，别喝了。你给我打开。那你需要隔壁老王给你打开吧。你不忙啊？你上家给我打电话了？没事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最近想减肥了呀。哎，好好的，减啥肥了？哎呀，我最近工作又不顺，然后又发不起来工资，我现在只能靠吃馍过日子了。那不中啊，你就天天光吃馍会中？要不说你这人挺慢的，那你说咋？我给你上上饭，你喝点水，你吃着馍，光吃馍噎住了，不要噎住了，多喝点水冲冲。那中那就这，我还记着搭配的，那就这啊。玩儿。姜还是老了辣呀。哎，小伙子，给我拍张照啊。奶奶，哎，你摆个姿势，摆个姿势，哎，我喊三二一开始啊，好，三二一，哎呦，你的闪光灯太强，闪着我的腰了。啊？你不管拿5万块钱，让你别想着走。啥？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，哥。啊。正好饭刚刚做好，我给你盛碗饭。哎，你别盛我了，我不吃。哎，那咋的？还减着肥了？可不是，我又不是节食减肥，我准备绝食减肥。咦，那可不中，那绝食减肥伤身体，对身体不好。那你吃不起饭，你有啥事儿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你平常胖，别人以为你吃的多，这你减肥绝食还胖，那人家不净看笑话吗？说是父母遗传不好。来，过来吧，过来，我给你盛碗饭吃，过来。你自己吃吧，我走了，叫饿死我吧。胆子不轻，你还准备单啃老族了你？小妹，要啥锅底？谢谢。这妮儿长得真地。哎呀，好棒啊！咋弄？没办法。别看我，上次就是，这次干净。服务员，
没名字需要什么呀？你看看这锅里啥玩意儿，把你们经理叫过来。好的，稍等一下啊。我这几个妮儿长真得劲，咋能这事儿了呀？太没道德了吧！你好，三位美女，怎么了？你看这啥？还能不能行啊？哦，你这个应该不会的，我们店一向以卫生这边为标准的。那我不管。看三位美女的面子，这单算我的，好不好？这也中？我了个去！拿了个咋留光头了呀？一直都是我们班表现最好的，来吃点薯条，别动，去门口站着去，把思文给我叫进来。思文，我让麦老师叫你，可不能这样夹薯条啊。好，进去吧。思文过来。抽烟了？没有，我都不会。真不会抽？不会。我就知道你不抽烟，思文同学一直都是咱们班表现最好的，肯定不是你，肯定是他们两个抽的。来，老师这儿有薯条，我不饿，拿着拿着，拿着，出去吧出去吧。好，别动，站住去，把王亚斌叫进来。我跟你说，你都是笨，你知道吗？跟你老师讲，你等一下千万不要见人夹薯条，我都跟恁俩还要心求。哎，老师，抽烟？不是，老师，你想啥？我都不会抽烟。没事，抽了老师也不会怪你。来来来，老师这有薯条，吃个薯条。老师，你太客气，我正好这会儿可饿了。校长好。啊啊！出去站着去吧。就你们几个学渣还想跟我斗。不就是我昨天出去跟那大爷看着我干啥？我要学习学习。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要向人家斯文同学学习啊。这是你叫隔壁老王给你打扮看。打看看人家斯文同学，来，斯文同学。听了是吧？还有吗？